劳。上班族的疲劳大多是属于精神上的疲劳，而这种脑的疲劳不是睡眠所能够解除的。根据医学界的研究，要解除脑部的疲劳，最好的方法是从事体力的活动，而且要有效的体力活动，使上班族能够利用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，加速血液循环，供应脑部充足的氧气和养分。这样不但可以一举恢复一天的疲劳，更可以同时增进身体的健康。如果您不相信，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。